经本，科会第二十四面第一行，对第四十四观看起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，诸菩萨众，闻我名意，皆现大地清净解脱，普顶三昧。 如清宗此，如沙漠地，只生幸对这个页面呢，这是原文内面第十一大段,段，助以幸 大千世界的菩萨，发愿亲近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虽然也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已经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。 这是啊，真不可思议！由此知影，弥陀的慈悲，确实是普度一切众生。也难详细来看这段经文。 我做佛事，即句呢是阿弥陀佛自称。伊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实现成佛，已经有十劫。啊，这个愿啊，当然拢兑现了。 咱伫即地注意看原文，十方佛刹诸菩萨讲，即句哎特别的留意，甲头前的原文完全无共款。头前原文内面，咱道不看到？ 我做佛时，所有众生，生我国家，总是安尼讲嘅。所有众生，迄就无一定啊，是多一类的，包括连咱龙众都包括在内咯。可是对于这元气啦，这个原文内面是讲十方佛刹。 做菩萨像，可见咧，即毋是普通人。难成爱来问公菩萨像，即、这个定义究竟是啥款？是什么款？诶？ 菩萨讲：，咱受菩萨戒的人是毋是算菩萨？有包括伫这内面无？这是大圣爱创清楚、创明白。我伫金刚经里讲个真清楚。 六菩萨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是世尊将菩萨的标准，甲咱讲出来了。咱想看麦，咱受了菩萨戒了，或者是出家了，受了三等大戒了。 还各有，像人上上上、像众生、像寿者、像无。如果还有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。这地呢，这观呐，无咱的份。伊所讲的，不是咱这类的。 天台大师功夫有六种，六劫佛啊。对李相讲无问题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凡是有佛性的，该当作佛了。 我发现冤家内面讲啊真好咯，一切众生本来生佛，对这理想讲呢、啊，理想无错啊，但是思想就无同款，是有名我啊，别是凡夫啊，我才是佛啊。 有时咧，对思想来讲，就后面即五个等级咯。第一个是名利结合，有名无失，亲像咱现在修菩萨戒咯，即有名无实啊。咱是伫咧名利为中啊。 名利为中的人，唔管你修到多年好，你袂当出三界。你所修学的三界有老福报，什么叫做有老呢？就是你呀、啊，我上人上众生上修者上。 无放下，所以称之为有老。啊。有漏就是你爱带着梦想分别执着。我想执着即个心是我，起心动念拢为我，我的利益。 这都是经常讲的、啊“偶像。现在一般社会大众所讲的自私自利、自私自利，都是佛经常讲的“偶像。所以，咱也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偶像无放下。 人上呢，甲我对立的是人，这都是讲一切有情众生甲我对立的，人上，人上这个范围包括非常非常的宽。 种现象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啊，种宇宙之间一切现象，一切事物空物，佛经里面所讲的，气世间，全部拢包括在其中，也都是咱讲的。 咱类物质生活环境，即、这个环境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所以叫做众生相。即、这个众生未用你解当做一寡人来看待，一寡物来看待，这未用的，伊的范围非常诶宽。 修者上是讲时间，咱接着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叫做三世啊！哇，这句话讲，你对这个梦想分别接着无放下，你就不是菩萨。菩萨的标准。 将这拢放下喽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这个人则是菩萨。这是真正的菩萨，唔是假菩萨。放下一部分呢，未当完全放下。 比如讲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无了，即、這个放下咯。但是对时间、空间的分别也无放下。啊，即、這个地位呢，就叫相思位的菩萨，以比名利为权。 名利位内面也有自私自利，即、这个菩萨无自私自利，这五也都是我即破落，或者也个地个，也伫即个位置就叫做相思微菩萨。什么款人呢？是成法界内面声闻缘觉菩萨。 都是因啊第一小行经、大行何解？内面所称的菩萨有因的分，可、就是法眼经称的。 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也就无遮在无在诶，遮系常住位啊，无遮在咯，完全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啊。但是咱今仔日读嘅经文啊，注意啊，注意一个，伊内底有一个关键嘅字。 二是什物呢？助菩萨像迄个注意啊，注意啊，有这字啊，啊，咱就欢喜咯。大概名利位啊，在其中啊，名利位、官兴位啊、相思位啊。 呃，分正位啊，大家拢总拢包括在内咯。我这个讲法也唔是无根据诶。我根据虾米呢？先都大师伫关务良修复经理甲咱讲。 三杯红心啊，总在无言不动。这话讲的真好啊！咱虽然伫命里为中啊，如果读严肃性啊，就会伫即一生当中，真短时间。 将阮对名利威啊提升到关心、上师、分正，有可能无？参禅伫明心建成，伊离分正位咯。 超越名利关行，相思也超越了；念佛人念到你一心不乱，也超越了，也是见性成佛了。所以这首李诗根据的，不但有理，也还有事实。 给咱做证明，所以做菩萨像内面就包括着咱呐。这是真值得咱来欣慰的，但是呢，咱也未当想欢喜，也未使想得意。为什么呢？ 先多所讲的嘛，语言不同啊！咱究竟是不是拄到最殊胜的缘呢？啊，今仔日伫新加坡，即、這个缘分袂歹，咱拄到咯。但是，有真多的人拄到，定有无拄到。 那安尼呢？拄到阴险啦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伊无真正会理解，毋知影通珍惜即个缘分，毋肯认真努力修学，有时拄到，定有时无拄到，即可惜啊！ 无地还夫，一片的烦恼都无断呐。如果拄的时阵，能信、能改、能行，伊的进步就真紧咯。咱知影，咱真久多留伫。 命里为中的原因，都、就是自私自利，未得放下。一般人讲啊，咱你功夫不得力，功夫不得力是命里为中人，功夫得力，关系为中人，关系是真做啊。 依旧风行，我常常劝人家动手，绝对唔通随身家己烦恼起去。这是讲日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之中，诸事太平接物。 绝对毋通搁再随顺家己烦恼失去。换一句话讲，绝对爱放下自私自利。你讲苦就得力了，你就对名利威啊进行到观行为。 地官行为内面成就功夫成片，也王星就把握咯。念佛王生西方净土，绝大多数是这个地位的菩萨。 如果个进一级到相思位咯，那是见思烦恼多烦恼，执着无了，对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袂个执着。 伊也有分别啦、啊，执着虽然无咯，伊了，也有分别。这是相殊的菩萨啦、啊，相殊为菩萨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嗯，是凡性当净土，你是方便又有土。 这是咱必须爱清楚、爱明了，就袂耽误咱这一生当中的大事。咱要认真、爱努力，这个机缘啊，真不容易去拄到，一定要珍惜啊！ 党队伍说出世间一切法未分别咯。啊，汝阁提升了一阶，立分政委，分政委即个人已经超越是法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无中央土。 啊，昏静先识报啊，相思先先方便啊，观行是动机，名利威啊袂当妄生啊，只有甲阿弥陀佛结一个缘了了啊，又出怎样？这个供的诸菩萨讲，最低的阶位。 就是讲这个关系位，这个主来对有关系、有相思、有分争，这三种菩萨，诸菩萨讲。啊，什么叫菩萨？咱来创清楚。菩萨个名称是印度话。 菩提萨多诶，简称啊，中国人较爱简单，将菩提萨多即、这个尾音甲升起来，菩提咱称即个菩，萨多咱称即多，后面尾音拢去掉，即、这个名称的意义。 古早时尊啊，是唤作大道心众生，菩提唤作大道，萨埵唤作众生。这个众生是有大道心的，大道心是啥物呢？有法菩提心，这叫大道心。善业咧。 新业是宪宗大出以后，把伊啊，还做甲有情，因为菩萨萨多是有情众生。呃，菩提的意思是讲我，讲我的有情众生。换一句话讲，难还人。 是未黑的有情众生，菩萨是讲我的有情众生，咱啊破灭开悟啊，就做菩萨咯啥物是未？咱啊知影，未是啥物款呢？咱啊知影。 虾米是教？教五款，又果是虾米呢？咱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咯，就知影讲安怎去学习。如果伊无素质，原来要去得位学。教我啊！ 伊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拢会当正确的通达明了，无错误。这叫格啊！如果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于一切人事物，完全是无明了。 或者是虽然知影一点仔，但是拢是错误的，毋是正确的，就叫迷啊！啊，讲我的现象啊，迄、那个人绝对袂做恶业，甲我的人哪会做恶业咧？

绝对会做到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杀人、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欺语，不两舌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更恶咯。每个人都啊，先得病，以起心动念，贪嗔痴啊，做杀盗淫，做妄语、两舌。 我叫几股？没呀？没、啊、我一想啊，人爱怎样？然后人家己反省检点，我家己到底是没呀、啊、是觉，就清楚喽。如果我是没，就唔是菩萨。 医生虽然念佛，也无一定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业力牵引着你啊，你出脱不了轮回啊。西方净土虽然讲带业往生，古代的讲噶真多真多，只断宿业啊，不断新业啊。 四大宗旨啊，不断现行啊！即、這个话讲啊，真清楚，真明白啊！你现前即个烦恼未当大去，过去所做恶业会当大，现在所做恶业未当大去。爱知影即个道理啊！所以真正跟外人， 伊对讲五，迄个时阵起就绝对未过再做恶业，啊，起心动念未过再自私自利了，伊更好了。所以呢，菩萨行佛所行啊，何的行是虾米呢？ 大慈大悲啊，广度众生。佛的心是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。用现在话来讲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的爱心，爱护一切众生，以不会为家己。 舍己为人，这是菩提心，菩萨行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拢是为着利益一切众生。这里面。 绝对无一念为为家己，就是家己日常生活，拢是你的一切众生。为什物呢？菩萨不是为家己活的世间。 伊是为帮助伊一切众生而活在世间，即、这个身体是帮助伊一切众生的工具，所以饮是起居即个工具爱好好保养啊，保养伊做啥物呢？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！多啊！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服务的意思。 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。啊，在无量无边项目当中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帮助一切众生降恶，这都是菩萨。如果服务够较多，无帮助众生降恶的。 这衣冠啊，这服、个、务啊，也、这个、就唔是菩萨。所以呢，这条是最重要的啊！菩萨的形象啊，咱来知影，然后认真努力去学菩萨。 啊！学菩萨著是你爱学讲我啊，无学菩萨，哎，你就是没些颠倒，是凡夫啊。凡夫念佛会当往生未无把握。如果是菩萨念佛，往生是绝对有把握。 观行为的菩萨是反成动机土有把握啊，这要知影，所以咱在讲说当中，常常劝咱在动手，爱将自私自利放下。 这是凡夫能共、转凡成圣的关键。菩萨是性啊，观行为的菩萨就性啊。啊，这个相思维众生啊。 反正为大圣啊！咱即个一生当中，虽然未当得到大圣，小圣啊，一定是爱取值。呃、啊，小圣的条件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为社会、为众生，无为家己，即、这个人啊，就是小圣。 你的功夫绝对得力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是有把握。好嘞，教会啊！你真正得受用，也都是咱上供的。南处是大林植物，放弃家己的。 精简，放弃家己的烦恼习气，一切随顺经典上的教诲。这都是的合理的加啊！何怎样加持呢？何是用经教来加持人啊？人依教奉行，这就得合理的加持。 啊，这个道理大家也清楚。绝对，毋是讲你每间去供养佛，伫佛菩萨面前念经，逐间去祷告，捧花水果供养佛,、啊、佛菩萨，就保庇你了加持你啦，无迄款代志啊。逐间求佛菩萨保庇你升官，保庇你发财，保庇你伫即个伫迄个，哎、那个，完全是贪嗔痴啊。 啊！佛菩萨满足你的贪嗔痴，哪有这道理呢？这叫做迷信啊。佛菩萨保庇咱啊，全在经典呀。咱将经典念通、念明白喽，道理创清楚，方法创清楚，依教奉行，这都是佛菩萨加持啊。所以。 对名利提升到官衔，对官衔提升到相思啊，对相思佫提升到分正，拢是爱靠家己，靠家己认真去做啊。不如加持不有啊？经典是加持啊。正月三号第三条讲啊，真好。 发菩提心，勤信因果，福相大成。劝正行者，这就是佛力加持。啊！菩萨这个名，从清楚咯，希望注意动手来做真菩萨，唔通做假菩萨。 做假菩萨是有罪过啊，冒充菩萨啦、啊！啊、呃，你看社会上若是冒充，你冒充倒一个人，警察会给你掠去啊,、呃呃、啊！你也做干？啊，伫新加坡抑个会方拍皮鞭啊！你冒充佛菩萨迄不得了啊！这罪过就真重咯。咱来啊，做真菩萨，毋通做冒充的菩萨。 啊，所以这主力的这块也好啊，荷兰家己也当力气啊，有份啊啊，下面呐、啊，这著是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啊，文武明义，呃、啊，这股海面。 重要的意思是文明。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你听到这部无量寿经啊，佛名、经名拢同款的，拢在这句当中啊。

无得到，咱文明咯。有是即个文明内面的文理啊，有进深妙的意思伫内底啊，咱有文无无啊？什么人会文呢？菩萨会文呐、啊？ 咱现在毋是菩萨了，咱现在是听经啊，听佛号，听而不闻啊。诶，嘛算有点仔功夫，听而不闻啊。最知影即理啊，是菩萨三慧之一啦、啊。 菩萨的三慧啊，叫文殊修啊，在比丘叫三黑，小乘叫三黑，大乘叫三慧啊。这个文是文辉啊，唔是讲咱听到啊，这唔是文啊。 啊！三会到底是什么款代志呢？三会的会是界定会的会啊！由此知影，咱、啊、若想要得文会，爱心完成界定会三合。 你看这佛弟经常常讲的，应该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慧一个开了以后啊，你就是菩萨。啊，无开呀，不是菩萨。 你才知影讲这个戒是偌重要。咱今仔日这个戒怎样修呢？咱将佛陀的教诲讲到最低水平。 绝对唔通下淡，轻微破失的修持，一定要承认家己事业种沉重的还负。对虾米所在恶起，对啊，十仙我改恶起呀，十仙。十十 何解都做未到？啊！你就永远是名利为重。你安去功夫啊？怎样会得力呢？古者所谓“巧念迷道，心散乱”啊。这功夫不得得。 嘴里念阿弥陀佛，心内何必乱想，就袂当妄想啊！所以念佛来静念，什么叫做静念？放下万缘，一心专注。 你若是中心内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浓重放下，为什么呢？跟我不想干呐！你那安念，你功啊！你念到得顶。 这叫做七界念佛啊！净业三宝讲啊真好啊！第一号就甲咱讲啊：自心不杀，修习善业，孝用父母、奉事师长，自心不杀是第。 即德雷公啊！功是啥物咧？功是学善业多，你爱修善业多，比啥物都较重要。这是佛法根本诶根本，学善若是离开咯，若是疏忽咯。 你根基无咯，咱常常用实物来比喻，实现是什？实现是军，你军歹去咯，你哪有可能成就？你所作所为，拢是恶业。你的果报在三度，世出世间一切法。 无白行，菩萨目睭内面看得真清楚啊！什么代志呢？业因果报啊！和尚修想理呀，凡人各有聪明智慧，也无办法。 有低诶，只有姓林诶，当五低。诶，你若问姓林？凭物么有低？姓林啊，通达一切，树立因果，你知影？ 对于事理因果，未当通达明了，凭咱的想象、猜测、推算，拢会有差误，拢未当得到真相啊！所以，咱用功、知解、念佛。 用世间念佛的方法得清净心，如念心如清净，妄念少了，烦恼轻了，智慧自然就长。这是念佛。 功夫得力的现象，你有得力无？就伫这所在看，家己知影。所以咱念佛求的是啥物？是求清净心。弥陀经上甲咱讲啊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这是咱念佛人要求的。 一心不乱，就是清净心；心不颠倒，智慧现前。也由此知影，咱用的方法，起解念佛的方法，是修定啊，修慧，福慧双修啊。你修行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最殊胜的未超过啊！念佛，念佛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无过有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即、这个话毋是我讲的，何讲的啊？菩萨因讲的啊，大乘经里面讲噶真多。 咱爱相信啊！啊，经常常讲的发众啊、发宝啊啊，发众发宝的核心是啥物呢？都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圣号。 诸佛如来，佛佛相传的，都、就是这个法宝啊。历代祖师祖祖相传的，也是这个法宝。这个法宝，咱听起来、看起来，那就太平常了。 无甲伊当做宝来看待，什么原因呢？你对伊认识无够，伊确实是宝啊，你无看出来，你无认识伊啊。所以同个大德。 文公希基书在这部经的书文里面，甲咱讲啊真清楚。隋唐时代，中国嘅高僧大德，韩国、日本咧，伫中国留学嘅，即系高僧大德，有无？ 对这个问题最一深入的探讨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都是宝经，最重要，上盖有代表性。这个大家公认。 大雄共会华严经，所以般人称华严为经中之王啊，是，啊是安尼来啊。华严经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元王都归极乐。 这个意义真大，所以因将净土宗的经典甲华严各详细做者比较，于是这才发现无量寿经第一。为什么呢？ 华严到最后啊，归无良收啊。无良收经是华严经的总结，啊，即从华严闭落去咯。呀，咱今仔日过刷落去看,看无良收经，咱今仔日用的这个经本是上好的经本。 大、啊、年级老技师将全经分为四十八品，倒一品第一呢？咱来详细观察啦。啊，这是自古以来在祖师大德音啊，已经肯定。无量寿经倒一段经本上较重要呢。 未超过四十八元，四十八元啊，是阿弥陀佛家己讲的啊！释迦牟尼佛甲咱专述，专述甲阿弥陀佛家己亲身讲的，拢是共款。即咱知影啊。 无量寿经第一，四十八观第一，四十八观，搁详细去甲研究研究，叨一观第一呢？这是个人已经做过这个工作了，咱毋免烦恼了。个人拢讲，第十八观第一，称为根本大观。 第十八愿是甚物呢？十念必胜，即就是说明阿弥陀佛名号第一咯。你若毋是安尼去分析观察，你若会知影讲即六字洪名是无相诶法宝，是究竟诶法中。 您还知影、啊？啊，只有知影的人才宝贵伊啊！这下该两条呀，连连拢袂离开啊！还是真正明了，真正通达，真正将将发布讲阿掉，啊，将这个法宝变作家己的。 发布变做家己的秘藏啊！即个人哪会未做佛的道理呢？呀，咱今仔日从即句名号所佛常常未记得咯，无加重视啊，是对伊无认识啊，就是咱因为无认识。 名号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所以这个疏忽，未当讲认真努力的去修习。虽然连这句名号，得未着效果，伊的效果就是即个讲的清净解脱、破顶三昧。 在讲一半，这是讲念佛三昧，下面啊自谦宗持，这智慧开咯。咱头前啊，这个无得着啊。普顶三昧是三个阶段，成伫清净，这伫解脱，这伫普顶。 这是讲咱的念佛的功夫啊，人的清净心，第一个阶段有咯，佫下得解脱，解脱是什么自在啊？讲解脱大家听无，讲自在你就听有咯，身心自在啊，生活自在啊，工作自在，做事待人接物自在。 但是咧，得大自在，先得清净心，心无清净，你来会自在？虽然今仔日逐工念佛，念佛堂二十四小时念佛，咱你效果伫多位啊？啊，咱最近也有请。 长春别国形容寺的常慧法师，我是希望伊会当来即块念佛堂来念三个月佛。啊，恁看卖即、這个人啊，清净解脱，普定三昧得着咯。伊伫大自在啊，伊心底清净啊。 咱可以伫遮念佛念三个月，甲咱做一个模样，逐个好好来学习。我最近听伊讲，伊已经四百外天无困啦，每天二十四小时念佛，四百外天无困啦，身体自在快乐。 伊今年六十五岁，我介毋捌见面，拍电话听伊个声音，伊个声音就亲像二三十岁女性、女性共款。伊是比丘尼啊，伊无读书啊，中国讲伊，伊无文化，就是老实念佛。 可见呢，真正有有人做教啊，做出来互咱看。毋是咱只是伫经常讲即理论，确实是有人以照即个道理方法去做，伊真正得着咯。啊，即内面诶，头、欸、一个大障碍，咱爱加伊拔除，都、就是咱相讲嘅。 自私自利啊，这个问题啊，那是袂当拔除去咧。你的清净心就绝对得袂着。发菩提心，念念为一切众生。爱知影随缘不攀缘，如果若攀缘你也心袂清净。 赶紧要做，即个好事。做迄个好事袂用哩，这绝对袂用哩。一切啊，讲缘分拄着咯，咱认真爱做啊，都袂着就煞去咯；拄袂着卖去切啊。去切的时阵，你也是贪图功德啊，你也是有贪心伫地啊，你也是无放下一切。 哎哦！菩萨、菩萨教导咱呀，迎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随顺随缘好啊。无一丝好的勉强啊！安尼是清净心嘛，永远袂失去，自在就得着咯。 啊，由此知影，文慧菩萨这个闻是必须爱固着戒定慧三学。咱用什么方法来修戒定慧？用起名念佛，用起名念佛的方法修戒定慧。但是，咱最大的困难是烦恼习气。 造成重大诶业障，这个啊，一定爱用我该十善该消毒，也一定下定坚定决心，学习十善业道，做啊对。 就是恶业下去了，这是什呢？咱菩提道上的障碍就少了，这是严重的大障碍。这个障碍若无拄起来讲，咱一步都无办法进殿，所以即摆。 咱利用即个早起即半点钟的时间，甲诸位好好来学习《十善业道经》。咱已经讲过四拜了，四拜还未讲到经文，讲到《正皇帝德》一篇上录，咱甲伊大退开张笔。 即个上路甲人讲啊，学习这部经典的重要性，就召定会咯。这个、人就是菩萨。文会是甚么意思？文是接触啊，无一定是耳孔听。 眼见也叫文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用即里来做代表。文是接触，叫文辉；那说了呢？思辉。思辉是什么意思？思辉是通达明了，主意要知影。 伊无阶段，一个接触就通达明了。收获是甚么呢？收获是不灭。所以菩萨的三慧是无前后，是同时俱足。文思修同时俱足，一个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，就未免歇。 对卖卖血来讲，称为收费；对通达明了称为收费；对接触称为闻费。闻我名利啊，由此知影，菩萨一日听阿弥陀佛名号，伊通达明了，伊知影讲这是祝福的心团呐、啊。 知影即是祝福的法宗啊，是真实的法宝啊。伊通达，伊明了，掠着即个其他拢总放下喽，拢总写去喽，收费啊，明了是修会啊，一个接触是文会啊。 无论是听到佛名阿弥陀佛名号，或者是听到无量寿经的这经题啊，伊三会故照，所以伊会当得清净解脱，普顶三昧。啊，咱现在就明白咯。 咱无入即个阶段，原因伫倒位咧？咱无伫个基础上用功夫。咱对于经教，虽然听遮尔侪遍，念几千遍，有一寡同学念几万遍，为什么烦恼失去抑袂当丢掉？ 啊、对，叫伊根本的原因，下年纪老技师所讲嘅，你无真正去做啊。老技师即两字讲了好啊，去真正做。怎样做法呢？以高修行，著、就是先道大师教咱诶。 我哋经常教导咱应该怎样做，咱就老老实实的做；叫咱袂用哩做，咱就绝对无做。这就是真做啊！何叫咱？ 孝用父母、奉事师长、诸行不杀、修习善业，咱一定要认真、老老实实去做。啊，甲即个相违背，迄是佛毋好咱去做，咱绝对袂做。特别是修恶业。

针对咱现前重大毛病，一个人家己爱知样？每一个人烦恼实际无共款，必须克服家己最严重的烦恼。 那真系跌相应啊！杀青、偷渡、下淫、蒙雾、凉舌，这些恶业绝对袂用得做。特别是念头内面的贪嗔痴，袂用得无断啊！这叫三毒烦恼啊！ 何叫咱做诶？修仙越多，越多诶！反面、暴诶，反面、健谈吗？咱将贪贪这个烦恼失去下掉。 哎，写得清气啊，写得真紧啊。世界反面是恶业，恶业的代表是十恶啊。凡是自私自利的，拢是恶业。

啊！临六诶反面是清灰，是劫多，必须放下。菩萨六波罗蜜，咱为什么修未成功？著、就是诶反面，咱无甲伊丢掉，惊叹无下掉，怎会报死呢？

散乱的心，何必乱想？若无拄着，哪会当得定？牛市若无拄着，你哪当开智慧？所以要知影，或怎样教导人呢？那你应该如何来修学啊？或是自卑到较极处咯。 怪咱家己啊，无认真，无好法来学，所以咱袂当成菩萨，袂当成佛。念佛功夫不得力，甚至有也有一寡将家己修学拢放弃咯。 也无错啊！甲大众服务，甲逐个服务，收诶是福德边诶代志。民主颠倒，病咯，收福德，未当出绿多啊！你诶来生。 在六道内面，向一点福报，六道在倒一道去向福呢？哎、啊啊，看你的也因果报，是不？是过来领导来向福呢？哎呀，看你五界十仙有骨着啊无？骨脚五界十仙。 来生的临天福报啊！如果我界实现不转、啊，咱就知影，果报必定伫德行道甲恶鬼道内面去享啊！德行道享福的就变作人厝内一个宠物啊！哎、啊，咱去真侪人到有饲宠物的人啊，遐、那、宠、个、物真正有福报啊！ 咱即来看，真是修诶福啊！规家人拢自豪伊。啊，规家人甲人都抑有意见无讲，拢抑会冤家。但是规家人对只宠物，拢嘛真爱好，无会通讲诶。真是修诶福报啊，修甲真好啊！啊，何鬼到内面修福诶咧？ 台湾常常拜个什么王爷公，啊，即个拜大伯公，拢、啊、是五几多有福报啊！啊，中国大陆嘅山神土地，啊，这是几多内面有福报啊！往年谭旭法师伫香港讲经，常常讲到。 第行法师有一个参禅的道地，参禅的功夫算袂歹咯。同时，中国禅宗的道场真出名的，道场定江江天师啊，伊是江天师的首座和尚。 死了后，就土地公去咯。啊！伊死的时阵，因查某囝做梦，梦到因老爸去做土地公，啊！伊诶老母做土地奶奶，靠靠梯梯去庙里，甲地行法师讲，诶，地行法师一个听红脸大鹅，正拄好，因庙门口新起一个土地庙，大概都是安尼 所以去迄个所在去甲上景超多，而且甲伊讲，你既然做了土地公咯，你著点一点仔，互阮看卖啊。老和尚一个讲，果然无错，就伫因伫咧做诶上景，有一个小小的光亮风，真像光亮风。诶，老和尚就看到点头，大概就是伊啊。

无以伦比啊！服务品质虽然大，不当甲国内比啊！服务品质那有接受无？无无接受到服务品质啊？我问伫倒位咧？打讲厅，听力不闻。 心而不见，啊，人家己未晓颠倒啊，家己烦恼业障失去太重啊，唔倾听佛的话，毋相信佛的话，打工嘅生活起心动念也果是家己烦恼失去咧做主，这咪哪得了呢？ 有几个人真正相信佛？有几个人真正接受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？也咱念佛人当中，有几个人真正知影讲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？有几个人知影？ 太少，太少了，所以才会菩萨因知影，因一个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，就认真去做啊！因为真正做啊，即、這个真做就是一心念佛，所以伊就得清净心。 你那边问伊讲，为什么得清净心？万元放下，不但是间一切业缘放下咯，佛法也放下咯。<noise> 最同修要知样？过去连池大师甲咱做了一个榜样。你看连池大师年轻的时候通宗通教。 伊老大人嘅道德学问、兴起拢是受别人嘅尊敬。伫杭州城外小山坡，看到一块大概啊，风景也未歹。家己就伫迄块起一间小间茅棚，底下修行。 时间一个久啊，互人发现？这个小山顶住一个出家人，都的学问德行拢真好啊！即、这个传开了后啊，亲近你的人就真多咯。慢慢啊，即、这个茅棚边啊，佫增加未少建筑。 到最后，才做一个大丛林，云车师啊！道场毋是有计划起的，是,是真正有德行、有修持，大家愿意去亲近伊啊。所以伊迄个大殿叫新论殿，说明毋是人工做的。 诸佛菩萨鬼心来帮助一做，连体大师伫晚年，这是事先甲咱讲的，为什么都拢放下了 一卷《弥陀经》，一句《阿弥陀佛》，这就是诸菩萨将文武名义解释大地清净解脱，普定三昧，念，地大树得着了，念佛花都隆重放下落。 现在伫中国大陆，也有一个老法师，伊跌掉了。<noise> 这老法师叫啥名？恁知影无？<noise> 你无按记事常常讲。<noise> 听讲伊是龙军法师的师傅。<noise> 现在也跌、啊。 同宗同教，人称伊做瓦里殿啊。恁知影是倒一位啊？去问李技士，听讲现在伊也是听着无量寿经，彻底放下了。现在每讲连无量寿经，连阿弥陀佛。 伊承受修学的物件全部放下，这拢是即观内面的人啊。伊会当贴地放下，蔓延一破境一句名号，迄就是弥陀的第四十四观加持咯。 那来对于这个所在去体会，唔连做技术，你做界内面讲咯，每后即世关，拢是为西方极乐世界以外，他方菩萨问。 阿弥陀佛名所得到的书胜法译，可见菩萨法愿广度众生，也当信用阿弥陀佛，皈依阿弥陀佛。 为是回头啊，以是挖苦啊，以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广度众生，你即就得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 清净呢，是永远离开两足，这叫做清净。这句话，那以现代话来讲，伊未够再受外面环境诶干扰。 未受一切经验动摇。啊，这个境是物质环境。啊，这个、这个、诶、欸，这个、境是物质环境，这缘、个、是人事环境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天境界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伊未受干扰咯。 即个心清情净情咯，唔是公，伊不见不闻，唔是陆军逐刚接触外面的陆尘境界，咱接触陆尘境界，会起心动念，分别接触伊的陆军接触外面陆尘境界，不分别，不接触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叫做清净。 伊下当家，一切经验接触，伊只知影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什物嘞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，帮助别人破迷开悟，帮助别人转换成圣，伊家己绝不沾念。 这是清净心现前呢、啊，绝对未起妄想分别执着，因哪会未自在呢？当然自在了，解脱就是自在。 自在就是无障碍咯。清凉大师伫华严经注解内面讲：理无碍，事无碍啊！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就叫做解脱啦。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与两种古角 历史无碍的境界，也就毋是普通菩萨，普通就是观行相士位的菩萨，以得本源加持，就提升到混正位啊，混正是化身大事啊，普顶。 或是普遍，定是平等。咱看即个名称啊，就知影了？已经是专问那些为平等性质。 全敌人意识为妙观察敌，而给发生的东学拢知影。六七英相传五百歌相传呢？这两个转给来了后啊，情和谐，珠珠连连。 转变做行数足地，阿赖耶自然就转变做台湾经地。全八是行数地啊，您想看，这是什么菩萨？发心大士啊，普定三昧，合起来！ 清净解脱破顶，就叫做莲花三昧。啊，莲花三昧也好过了度一切烦恼，清净啊。 连他生死轮回解脱啦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。下面经文讲的。 诸钦宗祠这是讲一滴莲华三昧，这是莲华三昧的上生者。咱将莲华三昧哎分作上中下三顶，一滴的上顶，上品的莲华三昧，诸钦宗祠。 宗祠也叫做多罗尼，梵语叫多罗尼，换做中国的意思叫宗祠。宗一切法起一切义，咱现在人叫做什物呢？功领，也着功领咯。无量无边诸佛法的中的总纲领。 就是无人受惊，都、就是六耳轰鸣，伊抓到了。宗祠里面也有一个意思，咱初的人应当爱知影，期限不 你下当保持宪法，那卖讲别行实现；你确实下当保持，连了拢家实现相应，你袂死去啊！无论伫什么时阵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无论伫什么环境，顺境、逆境、善言、恶言，你起心动念、言故造作，绝对噶实现相应。 一定下当远离邪恶，下好邪恶不行。这也是啊的宗直欢门。呀、啊。这得讲的的千忠直啊，这不是千呢。 深浅总是那你实现最标准啦，这是初级的下下品虽然唔是讲啊真悬，哈哈，拼，但必须爱做到。 啊哈！品德做未到，其他就免讲咯。本经所讲的这个呃，秦秦宗祠，秦宗祠是甚么款呢？这部无量寿经里所讲的，就是秦宗祠啊，菩萨拢做够了。 文经内面所讲的罪恶，这罪恶，因绝对未生；文经里所讲的众仙，因绝对未死去。 诸三摩地，照生活，十方菩萨因闻名，诸爱机理，一个接超名号，接超经典，三会圆满呢，引 伊伫莲花三昧，得心终持，一个伫了后啊，伊就袂死去啊。安住在莲花三昧之中，得心正觉，所以讲只有成佛。 伊生活是安尼生活嘞。古代的古人讲，原文内面所讲的这三种，属性的高低。

即件代志，知影诶人确实无侪啊。三问是凡物，反正中国诶艺术叫叫正定，也叫正修，头前有甲追报告给，因为咱有新诶同学。 袂少系伫即带，简单来讲，正修修就是咱讲享受，而、啊、且正是正常的修修，正常的修养。凡我讲三昧，凡我也叫做三摩地。 三漠地也还做正丁正修，难还富享受啊，无正常。我哋经常讲啊，六道还富所享受会当家分做五大类，叫五种修先。新 有快乐两种修，心有游戏两种修。当心无感受，有快乐的时阵，心也无游戏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叫做下修。下修是上盖好，的，下修实在讲就是三昧啊。 为什么无成三昧？因为伊诶时间太短咯，伊袂当永远保持啊。如果永远保持啊，伊就成得三昧咯。虽然咱凡夫这五种修拢有啊，菩萨迄个正修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也有，时间真短。 啊，咱也毋通欢喜啊！什么原因呢？咱甲菩萨差别太大了。菩萨伫进修内面，心无可乐，真乐啊！心无有喜，西方叫世界人就安住在即个。 境界内面啊，三摩地甲三昧是共一个意思。住三摩地，千万人误会。哎呀，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有通享受了，真快乐了，你就错了。你也是堕落伫诶五种修内面，西方极乐世界环境搁再好。 绝对无，可乐游戏个感受，谁爱知影。可乐游戏是情啊，毋是好物件。中国人讲诶七情五欲，即、這个七情是讲即个可乐游戏。 爱恶欲，就叫七情啊。五欲是财色名色水，七情五欲啊，因为那如有这物件，无办法将七情五欲给断掉，所以才着生死轮回啊。 也咱知影，七情五欲如淡，向上升啊，如淡啊，向下坠落啊，向上升啊，是二十八站天啊，如对顶面去，如淡薄。 到树上天、四空天，这念头啊，拢未起来了。所以四上天、四空天也是得三昧进修啊，树上不定啊，三昧三摩地也翻做三顶，功夫算未歹。 但是伊也是凡夫，也未当算圣人。管你伫倒位，伊伫咧即个钉会死去。所以四相八定，若用大乘法来讲咧，也是属于下修。不过，是以迄个下修的时间较长两两。 并毋是究竟，如果是究竟，那就叫三摩地咯，就叫三昧。也咱诶问讲，到底什么款诶人也真正得三摩地？好，甲咱讲咯，阿罗汉以上，啊，灵严经理，好讲。 九处地顶，到第九顶啊，伊就袂退咯，才叫做诸山摩地不。第八顶也袂用咧，第八顶是虚空天，非象飞飞象处天。佛地经常讲了，伊的寿命八万大劫，这个八万大劫太长了。 咱若知影，即、这个诶世界啊，三步世界，这个大劫是一个绳珠怀空，即、这个世界要经过八拜绳珠怀空，伊也伫咧顶中啊。但是到第九处诶绳珠怀空，伊就坠落咯。伊对对倒一起，伊对地狱。 所以是背较悬啊，石较重啊。伊为什会对地壳，或者经常讲啊，真正详细、真透彻咯、喔？是因为诽谤三不个性，所以咱来小心啊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唔通无谨慎。 绝对毋通诽谤三宝，司空天林，因为谤三宝，而对汝阿鼻地狱啊！伊为什物会谤佛咧？伊家己到遐尼高嘅境界，我以为系是究竟涅槃咯。佛正理上讲。 大涅槃的人抓對，绝对不再退转，未再堕落。为什么伊根基正到大涅槃，忽然间佫失去咯？呃、啊，这诸、個、佛菩萨讲的话靠不住，而是咧骗人呀！这念头一生，回谤三宝啊，是即款的,、啊這個的啊、這原因啊。 所以到迄个时阵，必定伊有即个意识，必定有这个妄念。即、這个道理咱爱捌啦，咱爱知影、啊。虚空天人三生即种误会，伊是禅定啊，伊伊是好烦恼，伊并无将烦恼断掉。 诶，好，诶是有时间性诶啊，到第九顶啊，这些种烦恼消灭去，所以第九顶叫灭尽顶，灭什么？灭见思烦恼，也就是咱现在讲诶执着，真正执着无咯。 这个执着的念头对君格不独了，这叫灭精定。这款的人，往生西方去了，世界是方便又有涂。 咱想看卖，就太困难，太困难了。大概咱往生啊，恐惊唯一的希望就伫反省当基础咯。可是诸位也毋免遮尔啊，黑心。贤道大师讲的，总在语言不同。如果你拄个言书性，啊，就是你家己。 个固著成根、灵性、灵解、灵行，你只要固著即三个条件，生活当中，从家己对无提反复，伫升到是无众烟土诶，拢有人啊？为甚别人会当，咱未当？ 咱所以未动，实在讲，著、就是一个原因，毋肯做啊，毋肯将家己的烦恼事体放下，毋肯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有甚物办法呢？只要肯做，所谓无言殊胜。 就是真正明了，爱放下家己烦恼习气，一定爱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个缘就书生了。你能信、能解、肯真正做，你这一生绝对常常品往生。而且往生绝对有把握，往生有把握的人，能看得真多了。 无敌司机啊！不但无敌司机，就地咱的技术林，即几年来啊，有未少往生的人，伊愿意什么时阵去就什么时阵去。我也听你无管技术家讲，伊未去中国大陆去访问，带一团去。 有人要往省，找伊啊，请伊个伊办手续。你技术甲讲，我即两天拄好要去中国去啊。你若要往省啊，啊，若无就赶紧啊，啊，若无就等我回来。果连伊提前咯，伊真正赶紧，马上就提前。等到伊从伊的手续办完的时阵，拄好第二天，伊就去中国大陆咯。 几落个啊，毋是一个啊，有能力提前啊，因无愿意延后啊，因愿意提前去啊。恁想看卖，拢伫咱眼前啊，伊为什物做会到？咱为什物做未到？因呐、啊，真做啊，咱毋肯做啊，就即句话啊。 所以你五言，五言就是即款言，并无什么特殊的言毋肯真做啊，迄就无办法咯。好，今仔日时间到咯，咱就讲加即关。嗯